美国国防部六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在1.75亿美元的新一揽子军事支持中向乌克兰转交贫铀弹。根据公告，美方向乌克兰提供的贫铀弹是美制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用的含有贫铀弹芯的120毫米炮弹。目前，乌克兰尚未收到埃布拉姆斯坦克。据悉，新一揽子军事支持包括弹药、成套反坦克导弹系统、导航和通信设备等。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承诺提供超过43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俄方已多次表示，美西方不断拱火浇油，进一步激化俄乌冲突。